不是说只能用一次吗？这次不算。谢谢。韩总身材真好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看不够。看不够。能干嘛？哎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。你再说我挠你。开玩笑的。我去做饭。嗯。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。好。将脸牵动心绪，在诉说也听闻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你确定吗？嗯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个是沙拉酱，准备给你做一个蔬菜沙拉。沙拉酱，你教我。好，来。这个往里倒，对，倒多少？不用很多。哎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了。来，啊，这个是搅拌，不是这么搅拌，你看，这样搅，来，手这样拿着。对了，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。嗯，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，一会儿开会讨论。嗯，好。我就不陪你上去了，你要注意休息哦。放心吧，想我了就来找我。嗯。走吧，拜拜。好。
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，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？刘总。啊，季总，方案我没什么问题，但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，周期漫长，而且没有盈利，恐怕落地很难推进呢。这个问题韩总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。 AI 人才库是东一和汉芯未来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别的国家早就已经有 AI 人才库资源，甚至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。我们国内不缺人才，但是缺的是这样的平台。对于 AI 领域，技术是一门门槛，人才可遇不可求，而且很难批量培养。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 AI 人才库，我相信在技术上也会有飞跃式的提升。刘总，我们非常缺少在实操中能够解决商业问题的应用型人才， AI 人才库的资源共享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实操案例，对培养应用型人才也非常有帮助。这些道理我自然都明白，但毕竟是初次尝试，我担心现阶段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，万一项目中途夭折了，对东一和汉芯来说都是一种浪费。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是东一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全力以赴。季总，人才库要冠东一的名义，资金大头将会从东一身上出，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，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，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。过会的问题韩总会去解决。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要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。会开的怎么样？开完了，大家还是有点顾虑。有顾虑正常，方案怎么样？我们说好了，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，方案的事你别管，交给我。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。知道了。药店怎么样？舒服吗？特别特别舒服。再舒服也不能久坐，来，起来活动一下。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，你跟我一起练，来，来，好，先这样站直，然后吸气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，严肃点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吸气，好，向左转，吐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回到正面。吸，向右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换一个动作。嗯，你把手这样打开。在这儿，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！啊，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，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。欣欣，嗯，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，都没空陪对方。我想，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。
就跟我们这样好像一家三口，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。嗯，以猫的年纪来说，它可比我们佳倩年纪都要大。嘘，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。